配同花哈。好来，来，谁要勇敢先讲？请我们邀请绿叶先讲话，好不好？我是几年几班某某某，我的感想，我的结束感想是一、二、三，结束之后再提醒大家，可以吗？你们两个一样吗？我在听吗？好，嘴巴要，谢谢。先介绍，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年三班的耀章。我的感想第一点，我觉得这边。大家都有很好的踊跃发言，发言好 ，OK， 再来嘞。然后第二，我觉得这里面的话都有很有趣的东西。第三点就是觉得老师就会介绍给我们很多智慧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帮他